操作慢跑，是。你来一个，你一件。来，操作慢跑，是。OK， 来，你咧那上到第一名嘛，不能中个赢你嘛。所以三个出来算一丢了，一楼我就把你稳掉的呀。哦，来，跑这个上来一个。谢谢啊，谢谢谢谢，感谢。还有我们那个议员徐议员老议员哦，伊对联合部哦，啊对朝办介绍过哦，阿兰导播这样兄弟姐，谢谢。好来，我们第一次来我们潮州组织我们潮庄的这个慢跑鞋，好像过去都是在高速嘛，看到我们郑老师的这英姿哦，啊，我们大会杨理事长，那以及今天与会的所有贵宾，那所有我们今天辛苦的志工。各位潮州慢跑协会的各位成员，那以及今天与会的所有来自全台湾的各位选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辛苦的主持人，我们与会的贵宾，还有我们承办这次我们那个马拉松比赛我们的潮州慢跑协会，我们的杨会长还有我们很多承办我们这次马拉松比赛很多的志工朋友啊，也在这边欢迎我们来自我们全台湾我们各位选手啊，大家早安，大家好，郑站长非常感谢啊，因为一般人都怕介只选手伊拢会去公园等伊不爱参加这个头前这个什么热身活动了感谢啊，我首先感谢恁咱的李军李慧华李军我要对右边开始了感谢感谢。这个李顾问长期对我们操办很照顾了，谢谢了。啊，他的老公是我们温东镇的主任委，台湾潮州半马干教口。来，我们给下面对报告一下有关半马要注意的路线第一个，我们半马的起跑是属于原路折返，半马是原路折返，所以你会拿到一个信物，还会经过一个晶片的感应站。重复一遍。半马是原路折返，你会拿到一个信物，跟经过一个晶片感应站。是我快乐，是另一次，是我有。
来，好，请问呈现给我们所有的精英参赛选手们，我们有虚心来这一次跑出好成绩好吗？来，谢谢。来，我们的时间还有45秒，请精心等待。OK 啊，来。大家不要忘记啊，他们的手啊，脚小啊。看到排第一排的哦，都有虚心跑出第一名哦。我们这位美丽的女子，你的成绩应该是在前三名，是不是？前三名绝对。
王大哥总第一名叫总三哦，所以说呢看就看得出来嘛哈、哦，这贴给我告诉你嘞，好来 ，OK， 好，时间到了吗？我们的美女郑老师，七、六、五、四、三、二、一，明天。大马的精英选手们出发喽！大家加油！来，努力的往前跑，好吗？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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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加油啊！加油啊！加油！来了，谢谢谢谢，出演出演来，出演！加油！哦，创意造型奖的哦！加油！大家加油！我们的鸣枪长官再给我们后方带的选手一个鸣枪，好吗？来，再给你鼓。阿毛，你帮我们照个相好吗？来，摄影组的运动，来，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跟这个林枪的接来宾来照个相好了，照个相，来，还没运动呢，运动老师，哦，等一下，等你哈，我主持啊，我们的贵宾哦，一起跳上来 ，OK， 好，请我们的运动老师加油加油，我们比赛选手拍照完之后来再拍张，来加油加油加油，出发的选手来，吃点吃点吃点，来。好，移动你们节目喽。